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凌云。今天是2019年7月17日星期三，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GLTV 新闻早报，参与公众号互动话题讨论，您将就获得即时生活频道全程热恋的录制门票等奖品，也欢迎您通过即时网和即时 APP 同步收看本栏目。好，今晚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吉林省气象台今晨4时56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2小时，白城南部、松原、长春、四平、吉林有雷电，可能会造成雷电灾害事故。省应急管理厅、省气象局联合提醒，注意做好预防工作。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白天和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北部、长春、吉林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南部、四平、辽源、吉林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雷阵雨，最高温30度，最低温22度。好，来喜欢天气，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交通运输部印发通知，要求从明年开始将按新版的车型分类标准收取高速公路的通行费。一女子错过了列车检票时间，竟将脚伸进了列车和站台的缝隙中阻止发车，被行政拘留9天。浙江女司机醉驾上高速，边开车边拍抖音，无法自制。天津医美诊所办速成培训班，毫无资质，教学全靠胆子大。自作聪明，小偷为躲避抓捕，连换4套造型上演4连拍。省内方面，长春投诉举报热线5线合一，消费者投诉举报有了统一渠道。长春一15岁男孩暴雨后跌入深坑，3名男子紧急施救。国际方面，印度一处游乐设施的大摆锤在空中突然断裂，导致2人死亡。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通知，要求从明年开始将按新版的车型分类标准收取高速公路的通行费，而 ETC 单卡用户，也就是未安装 ETC 车载装置的用户，将不再享受通行费优惠政策。据了解，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新版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车型分类中，全部收费车辆按客车、货车和专项作业车3个大类分别进行具体分类，将不以载客和载货为主的专项作业车辆单独作为一个类别划分出来。1类和2类客车分类界限值由核定载人数7人修订为9人，各类货车均按照总轴数、车长和最大允许总质量进行车型分类，车型缴纳车辆通行费。通知要求，对车型分类发生变化的既有 ETC 用户，要通过定向通知、预约安装等方式开展针对性服务，更换 ETC 车载装置或者调整车型分类。明年1月1号起，货车和专项作业车启用电子不停车收费功能， ETC 单卡用户、未安装车载装置的 ETC 用户不再享受原则上不小于5%的车辆通行费基本优惠政策。记者了解到，所谓的 ETC 单卡用户，就是指没有安装电子标签的车辆，每次过收费站仍需刷卡进出。车长小于6米的8座和9座小型客车，统一按照1类客车收取车辆通行费，并安装更换 ETC 车载装置或者调整车型。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了2019年上半年中国经济成绩单。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5294元，比上年同期同比增长1231元。纳税少了，收入多了，减税降费让每一位纳税人都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袁李是一名80后，经营一家传媒公司的她和丈夫育有2个儿子，既要经营公司又要操持家务。袁李经常打趣说自己是上有老下有小的社会中坚力量。像我是独生子女，有2位老人，同时家里还有2个小孩，其实属于经济负担还是挺重的。2019年，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正式施行，袁李和丈夫享受了其中的3项。我目前享受的专项附加扣除呢，有子女教育和赡养老人。我先生呢，享受的是继续教育的专项附加扣除。我之前每月应该交纳的个人所得税是2500元，那现在呢，是我每月应交纳的个人所得税是800元。袁李说，公司里很多年轻的同事也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中获益，到手的收入更高，
公司的团队也变得更加稳定。我知道我的很多同事啊，他们都申请了这种租房的专项附加扣除，那一个月呢也能节省下来不少的这个钱。那这些费用呢，他们都可以用在比如包括个人的一些这个能力的提升上面。国家税务总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份，个人所得税改革新增减税2594亿元，累计有1.09亿人的工薪所得无需再缴纳个人所得税。此外，今年上半年在经济消费领域当中又有哪些亮点呢？我们通过一组数据来看一看。亮点一，三线及以下城市成为新消费增长点。随着一二线城市的日趋饱和与互联网红利的逐渐衰减，三线及以下城市市场蕴藏的无限增量已然成为共识。据中国银联提供的数据显示，三线及以下城市上半年整体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4%，消费笔数同比增长9.3%。今年618电商节期间的消费数据也诠释了这一趋势。天猫提供的数据显示，低线城市618期间的消费金额增速是高线城市的1.14倍，低线城市整体对消费同比增长贡献率达到62%。在一些典型的新兴消费品类中，这一特征更加显著，比如在空调扇、智能手表和破壁机等商品的销售中，低线城市的贡献都超过了75%。亮点二，家庭终端消费智能化。随着 5G 热潮席卷而来，消费端也应声而动。据苏宁易购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头戴式 VR 显示器销量同比增长87.73%，蓝牙耳机销量同比增长110%。消费者对于智能家电和家居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旺盛，人工智能电视和智能摄像头等销量同比都出现了大幅增长。万物互联时代即将到来，家庭智能终端产品有望进一步爆发。亮点三，居民旅游热情高涨，出行意愿强烈。数据显示，上半年银联网络内旅游售票类商户交易笔数及金额同比增长分别为44.7%和49.8%。今年以来，有超过千万的消费者在飞猪平台购买旅游服务，其中目的地为海外的消费者占比超过43%，人数相比去年同期增长30%。香港、上海、澳门等为消费者最爱的国内目的地前十名。其中去杭州游玩的消费者人数同比去年增长136%，日本、泰国、韩国等为消费者最爱的海外目的地前十名。新闻早报，热点早知道，下面来关注一下医美行业乱象。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对美的追求日益强烈，医疗美容行业随之火爆，但是背后的问题却非常之多。最近有记者在天津一家医疗美容诊所发现，这家诊所在资质全无的情况下办起了医疗美容培训班，而且号称可以7天速成，那里的培训现场完全可以用心惊肉跳来形容。2019年6月期间，天津美智医疗美容诊所记者以学员身份付费报名微整形全科班，该课程宣称能让人7天速成出师，内容几乎涵盖时下所有热门微整形项目。理论课程中，培训人员用2小时讲述面部多个部位注射方法，培训老师讲述面对顾客话术。顾客来到你店里，首先给他找问题。我的最终目的，我是想给你给我打好看的。中间你给我打多疼，我不会记恨你。但是不好看，效果不好，我很容易记住你是谁。培训人员自报操作潜规则。来了，你就收点钱，随便给他糊弄糊弄都可以吧。实操手术室简单讲解后，学员开始两人组队互相实验。我要开始了啊！12名学员中，9人无任何医学知识背景。学员互相注射抽血，意外频发。你怎么弄的？抖了，手抖了。我怎么每次都这么惨？
课程内容多且安排紧凑，大部分学员感到紧张害怕。没事，走，没事，没事，我不怕。在这儿也这很少那个鸟啊。这个针特别好进啊，大哥，这个脖子还挺嫩。你别往手套上去站呀。别打了。这哪里是在比医疗技术，完全是在比谁的胆子大。可想而知，由此培训出的医疗美容从业者胆子是够大了，但能不能美容可就不好说了。除此之外，暗访记者还发现，培训现场还存在卫生条件不合格、用药多属于禁药等问题。而所谓的理论课上，教学重点也不是教授相关知识，而是介绍如何规避监管和责任。培训人员现场反复强调操作无菌性，不是说血液里边有疾病才一定会得白血症，细菌，它是空气里面的细菌。那个灯是杀菌的是吗？对。所以这屋里是无菌的？不是，你们进来不就有菌吗？学员穿的一次性手术服被要求连续穿了7天。现场有学员未佩戴口罩，甚至有学员在观摩中接电话。对对对，谢谢。盛放血液的器皿已过期近9个月。培训人员正在实操线雕项目。什么？胀是吧？胀。能听到我针在里面走的声音是吧？嗯，可以听到。因为害怕，吴学员愿意实操。先在镜头上练习，你自己感觉针法能懂它的原理，蛮多简单。培训人员坦言，曾做线雕发生医疗事故。我2014年人家师资打开给我直接张嘴要我问。理论课重点教学内容是事故如何善后及规避责任。你打完消炎针，它不会立马就好，它不会过个基本上发生前1个月左右。所以说，一般我们自救的话，它一般自救的时间1个月左右。一般我们这个定罪的标准好像是超过10万块钱以上属于比较范围。7天集中速成培训后，有学员当即坦言自己没有学会。主要是不就这样你收这个钱太高了，你上千了你。我还差一节课呢，没给我补，老师都走了，谁给我补？该机构颁发的学员培训证实际上无任何医疗背书作用，该机构可为所有学员提供各类药品供应商。事后记者从一供药商处看到，对方提供的大多属禁药。我们现在已经约两个，每年的嘛呀，我他那门要已经开业了。这里现在是在哪？正常来说都是15个，还有20个，对吧？一年1000把个学员，那肯定了。去给人培训一般都是3级医院，他没有医师资格，他是不能做这个的。查到他肯定是违法违规的这个东西。培训教育方面的这个，您就可以咨询一下教育部门。他可不属于我们这个教育型部门监管的，您不属于整形了吗？但是他属于那个卫生部门吧，应该。培训机构没资质，培训过程不规范，如此速成班培训出来的医美从业者到底是美容师还是毁容师？只要你敢来美容整形，我就敢给你打针开刀，这赌的到底是从业者的勇气还是消费者的运气？医疗美容不仅关乎颜值，更关乎健康和生命，所以无论是职业准入还是行业监管，都来不得半点马虎。标准有了，规定有了，制度有了，但是如果没有人管，没有人查，那么混乱就会让这一切都形同虚设。所以不能让这样的地下美容培训像脱缰的野马一样自由奔跑。来看下一个话题，最近辽宁大连的李女士很是上火，她带儿子逛商场的时候看到一家体能机构在做免费测试，李女士想让儿子也体验一下，不料孩子意外摔伤，一下子就
谁的，就谁不想碰这样的事儿。关键是那个这个事儿啊，从头到尾我没有责任，其实。孩子意外受伤让人很是揪心，也是每个人都不愿意看到的。那么在参加商家免费活动的时候，消费者在体验的过程当中受伤的话，商家是否要承担赔偿责任呢？来听专家的解读。免费不能够免责，就主要看这个这些机构是不是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如果没有尽到了，不管是免费还是收费，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不能因为免费就可以免除法律规定的应安全保障义务和法律责任。专家表示，不管是参与付费还是免费的项目，经营者对于消费者都有着安全保障的义务，需要对活动中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警示提醒，在发生意外时要进行及时施救。如果由于经营者自身设备器材出现问题，或者经营者存在安全保障上的疏漏，造成消费者人身伤害，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按照承担责任比例进行赔偿。像滑雪啊，有一定的危险的，必须要以醒目的方式提醒注意，还应该要有安全的工作保障人员在这周围，一旦出现问题了，就立刻能够施救。所以说，经营者绝不能因为我没收你的费，我承担的责任就小，或者我就没有责任。目光转向广州，14号晚，在广州南站，一女子错过了列车检票时间，竟和同伴强行冲进了站台，并将脚伸进了列车和站台的缝隙中，阻止发车，导致列车晚点。最终，该女子被行政拘留9天。监控视频显示，14号晚11:20左右，王某和两名同伴到达广州南站候车室的一个检票口前，当时他们已经错过了所乘坐列车的检票时间。为了上车，王某一行人不听工作人员劝阻，强行翻越人工检票护栏，并冲入站台。此时列车车门已经关闭，王某将脚伸进了列车与站台的缝隙之间，并不断拍打列车车门和车窗，妨碍列车正常发车。一开始先是拍打车门，后面就背部紧贴着车门，他把脚伸到这个边缝里面，你看可以看，刚好只能容下一只脚，后面在更多工作人员的到达的情况下，他甚至就整个人蹲下来了。如果脚是有更多位置卡到里面去了，是很难拔出来的。王某等三人随后被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和车站工作人员控制，并带离现场。至此，这趟列车已晚点发车7分钟。经调查，由于王某等三人乘坐的高铁为当日发往长沙的最后一趟车，三人担心错过该趟车无法赶回单位上班，因此强行闯入站台。目前因阻碍交通工具正常行驶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王某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9日。王某的另外两位同伴虽有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行为，但因为有口头劝阻王某且认错态度良好，故给予行政警告处罚。一边走路一边迅速换装，这样的情景似乎在电影里并不少见，但现如今竟然有小偷也进行效仿，作案时连换4套造型，试图借此躲过警方的抓捕。这是电影中的场景，一边行走一边淡定换装。而在现实中也有一名这样脑洞大开的男子，本月8号在安徽淮南凤台县作案多起的盗窃嫌疑人陈某被民警当街抓获。十分警觉的陈某在作案时频繁更换衣服，试图躲避警方抓捕，被抓当天就一连换了4套造型，白衬衣、灰 T 恤、棒球帽轮番上阵。民警介绍，陈某在躲避民警抓捕时一边跑一边扔掉身上的作案工具，民警紧随其后追了一条街才抓到了他。这个人当时也是比较警觉，然后我离他大概还有30米远，他就跑了，
跑着把身上的作案工具，然后就顺着那大街就扔下来了，跑着还跟他喊，就所有的东西都不是我偷的。据了解，该名小偷可能不是首次作案，所以经验才如此丰富。作案期间竟然还随身携带多套衣服，但终归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我说你在里面坐牢坐了5年，你出来之后，你不知道现在科技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你以前换了4套衣服，你以为我们就找不到你？嫌疑人陈某因涉嫌盗窃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办理中。最近，上海一名老人看到有人要高价收购自己的公司，便向对方提供的个人账户转了20000元税金，可之后却迟迟收不到对方转来的钱款，到银行询问才发现自己被骗了。近日，80多岁的朱先生来到上海徐汇区一家银行，询问为何别人给他打的钱没有到账。经询问，朱先生告诉银行工作人员，几年前他花了3000元注册了2家网络公司。今年6月24号，网上一个自称李帅的人联系他，表示要以800万元和1200万元的价格收购这两家公司，但需要朱先生先缴纳20000元税金。6月26号，朱先生向对方提供了一个个人账户，转了20000元钱。我看怎么是一个企业的事情，却用个人的微信账号跟他联系，还要把返点的事情给他挡过去，我觉得这肯定是有问题的。银行工作人员判断朱先生可能遭遇了电信诈骗，立即报了警。我们客户要买，人家转让给他，一个呢是800万，一个呢是1000多万。此时对方的电话已经无法打通，民警通过银行查询对方账户的信息发现，只要有钱入账就立即被转走，具有典型的电信诈骗特征。目前上海徐汇警方已经对此立案展开侦查。对于这种对公业务呢，我们一定要看到书面的合同以及本人亲自的面对面的接触，或者在网上通过第三方正规的平台进行签订合同。第二，如果说有相关的费用收取，也不会打到个人的私人账户，而是通过一个正规的渠道进行汇款。来看一组救援现场。13号，在重庆南川区，有7名驴友因为冒险涉水渡河被困，其中2人试图探路，被困峡谷的急流中，另外5人在峡谷底部等待救援。接警后，救援人员经过14个小时的努力，把7名驴友全部顺利救出。13号晚8:50，重庆南川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110转接警，称南川区头渡镇前兴村有7名驴友因冒险涉水渡河被困。接警后，救援人员立即赶往现场。哪边西边？那边是正路吗？还是小路吗？90多。哦，反正你就住到这上头的，反正你听到这挨沟底下有人在喊是吧？有人在吼。由于前兴村峡谷峭壁坡陡，植被茂盛，无通行道路，救援行动十分艰难。救援人员决定在峭壁边缘架设空中救援通道，利用绳索下降至河中被困驴友处的方式展开救援。于14号凌晨3时许，成功把2名被困峡谷急流中的人员营救上岸，而后7名驴友被救援人员聚集在峡谷安全处，等待进一步救援。14号早上6点左右，增援力量陆续抵达，随即对峡谷底部被困人员展开救援。经过14个小时的努力，7名被困驴友先后被救出，无人员受伤。进入夏季，雷暴天气时有发生，并且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感觉到这雨下的是又大又急，急雨影响出行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安全隐患。上周末，一名15岁男孩骑着电动车经过长春市裕民东路与云顶街交汇附近时，不慎掉入了路边还未回填的深沟里。从监控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7月12号下午，长春市裕民东路因暴雨导致局地积水严重，因维修管线挖开的深坑和围挡也被积水覆盖。此时，一名男孩骑着电动车自西向东行驶，意外发生了，这个男孩竟然连人带车一同掉进了2米高的深坑中，消失在了画面里。浮出水面后，男孩一直在水中挣扎。危急时刻，有3名好心人出现在画面里，为了避免施救时误入坑中，他们3人手挽手走向落水男孩，并用一根长木棍把落水男孩拉了出来。问他的说的，哎呀，我已经喝了很多水，完说那个有点不清醒了。完了后边，我说那你知不知道电话？
给家长打电话，他说有爸爸电话，我或者借我同事电话给他打一个。随后记者也联系到获救男孩的母亲任女士，她表示目前孩子身体还比较虚弱，不过精神状态恢复还不错。昨天那曹先生又给我发了一个当时的视频，哎，那感觉是现场是挺恐怖的，那可得表示感谢嘛，能那么快呀就找着那个东西能救他呀，这三个人是不是就是联合起来救这个孩子。暑运期间乘坐火车出行的旅客大量增加，受高温拥挤等因素的影响，一些旅客难免会出现身体不适的情况。最近有几名旅客在旅途当中突发意外，各地铁路民警及时展开救援，化险为夷。近日一名旅客乘坐高铁在厦门北站出站时突然晕倒在地，民警接到求助后立即赶往现场，十多分钟后120急救人员也赶到了现场。经医生诊断，该男子是由于发烧且旅途时间较长导致的体力不支而晕倒。由于民警和医护人员及时救助，目前身体已恢复正常。近日在烟台火车南站候车大厅内，一名老人拖着行李乘坐扶梯，突然一脚没站稳，头朝后摔倒在扶梯上，站内工作人员和民警立即将电梯暂停，并将老人抬到一旁。经查看，老人的头部有明显伤口，热心旅客帮老人进行了简单包扎，并联系了120急救人员。据了解，老人今年84岁，和老伴儿从石家庄来到烟台旅游之后，打算乘车前往威海，在站内乘坐扶梯时没有站稳，这才发生了意外。随后120急救人员赶到，将老人送往当地医院进行检查，因救助及时，老人已无大碍。日前民警接到动5344次列车乘警通报，有一名中年男子在乘坐高铁的途中突然晕倒，当列车到达红桐车站后，铁路民警立即将该旅客抬下车厢，转移到阴凉处进行救治。经过民警的帮助，晕倒男子逐渐恢复意识，大约十分钟左右，120医护人员赶到现场。经医生初步诊断，该旅客是因高温中暑引发的并发症。由于抢救及时，目前该男子已脱离生命危险。欢迎回来，新闻早报，新闻贴心报，进入这一时段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吉林省气象台今晨4:56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2小时，白城南部、松原、长春、四平、吉林有雷电，可能会造成雷电灾害事故。省应急管理厅、省气象局联合提醒，注意做好预防工作。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北部、长春、吉林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接下来看新闻。近日，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原工商、质监、食药、物价和知识产权五个投诉举报热线全部整合至12315平台，今后消费者投诉举报有了统一的渠道，流程也变得更简单。在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指挥中心升级改造后的12315热线平台，席位由原来的十多个增加至28个。五线整合一号对外是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今年的重点工作之一。按照统一品牌建设、统一运行平台、统一管理机构、统一制度规范、统一分析研判、统一绩效评价的要求，将原工商12315、原质监12365、原食药12331、原物价12358、原知识产权12330五个投诉举报热线平台全部整合至12315平台，以12315一个电话号码对外提供投诉举报和咨询服务。直机班长周玉莹有3年半的工作经验，他告诉记者，这次五线合一对于接线人员来说也是不小的考验。还有原食药小伙伴跟我们一起合过来，除了工作时间，然后就利用平时的休息时间也会互相交流我们之间业务。之前我们需要熟练掌握的法条吧，大概有11部左右，然后如果把食药他们加进来，那可能会超过30部。现在12315热线平台每个工位都有3个电脑屏幕，一个用来显示长春市地图，另一个显示平台的登录系统，第三个显示相关法律法规，这样能够方便接线人员第一时间详实地记录下消费者投诉举报的信息，也能给予更快更细致的反馈。我们记录后会在第一时间及时分派到我们辖区的基层分局，基层分局的工作人员也会在第一时间去实地核查。我们同时会按照设定时间进行督办，规定他们时间内必须上报他们的处理结果，这样更有效地让百姓的事情落地。今年以来，12315平台共受理投诉举报咨询信息44308件，六月份五线合一以来共受理7131件，并实行全年无休受理。在车辆高速行驶的路面上，前车突然抛下杂物，一方面是给环境卫生带来了极坏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将对其他正常行驶的车辆造成很大的安全隐患。近期长春市开展了针对车窗抛物的整治行动，目前已经有驾驶员因此受到处罚。你好，我执法纪律已全程开启啊，对您违法行为进行全程告知啊。驾驶机动车在路上抛洒物品，抛洒是冰糕纸啊，有没有啥异议？7月15号，长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汽开大队的民警在长春市东风大街上对一名车窗抛物的驾驶员进行了100元的处罚。据了解，从即日起，长春市城管委办公室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1个月的车窗抛物专项治理行动。本次整治对象包括市区道路上行驶的所有机动车辆，以公务车、私家车、出租车、公交车为重点，以主次干道、主要交通路口以及火车站、广场、商业街区周边、公交车始发终点站及沿途站点、各类停车场地为重点区域，对车外抛物违法违规行为实施严管严罚。通过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宣传教育、警示告诫、违规处罚等手段，使这个机动车驾驶员能够自觉地去遵守我们的道路交通法规，保护市容环境，杜绝车窗抛物的这种行为。在高速行驶下，一个小小的车窗抛物如同一颗炸弹，交管部门提醒广大车主，行车时可自备垃圾袋，下车后扔到垃圾桶里，拒绝车窗抛物，文明行车。现在很多人都热衷刷抖音，走路刷，睡觉刷，吃饭也刷，这本来也没什么，可下面这位女司机却玩起了心跳，醉驾上高速不说，还一边开车一边发抖音，直到肇事后被交警带走抽血时，仍然不忘继续拍摄。这段抖音视频就是肇事司机出事前在车上拍摄的，大概就是想告诉大家这一路上雨下的真大，却不想想这么大的雨不好好开车还有时间发抖音吗？事故发生以后，交警将当事人带到一大队金华驻勤点进行询问。民警对肇事司机周某进行了酒精呼气测试，测试结果让人大吃一惊。酒精呼气测试显示，周某体内酒精浓度达到了每100毫升222毫克，大大超出了醉酒驾车标准。同时，周某也是杭津渠金华段今年以来查获的体内酒精含量最高的驾驶员。
周某表示，他中午的时候因为陪父亲吃饭，所以喝了两杯白酒，喝完酒休息了一会儿，觉得醒了就开车上路。帅哥来，醒醒你哦。喝了几杯你说？两杯。两杯。两杯白酒啊。被撞车主称，他和周某的车在行驶至高速308公里的地方时，在变道时发生了刮蹭，结果这辆白色小车并未停车，一直往前开，被撞车主只好一路跟随，快要行驶至金华东互通时才将这辆白色小车拦下。但这名女子并不承认两车发生刮蹭，交谈过程中被撞车主发现这名女子有很浓的酒味，便报了警。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民警将周某带至医院抽取血液进行酒精血液浓度检测时，周某一边抽血也不忘拍段抖音，表情甚是陶醉，写道，不要问我在哪里，我很好。而民警查看周某抖音账号发现，周某在高速上行车时都边开车边发抖音，着实让人为他捏一把汗。目前该案正在办理中。近日，河北沧州一男子录制了一个短视频，并在微信朋友圈里疯传。视频中，一个满脸稚气的小朋友双手握住方向盘，独自操控汽车向前行驶，而父亲却在一旁副驾驶的位置毫无顾忌地录制视频。不过，该视频很快就被网友举报，交警部门也立刻展开了调查。不久前，河北沧州一男子录制了一段约15秒的短视频，火遍朋友圈等传播媒体。视频中，一位满脸稚气的孩子双手握住方向盘，独自操控着汽车，而这名男子在副驾驶录下了该视频。接到举报后，交警部门展开调查，根据视频的内容和拍摄地点，交警很快找到了涉嫌违法的视频录制者李某，并将他传唤至交警大队。经调查，2019年6月27号下午，李某驾驶小型轿车在河北沧州盐山县一路段上行驶，沿途将车辆交给自己不满13岁的儿子驾驶，为了取乐，录制了一段小视频，并上传到朋友圈等社交媒体。随后，民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对李某作出罚款1000元的处罚，同时也对李某进行了批评教育。在广东佛山，有一位司机在路上乱开车，还迷了路。警察发现后，把他的车给扣了。结果啊，这位司机是嚎啕大哭，情绪失控。有冇人识呢个小朋友噶？冇人认领嘅，走我路中间。扣车的这位司机今年2岁，在附近已经转悠了好一会儿。民警赶到时，他正坐在车上哭。问他啥也不说，就惦记着他的车。出于安全考虑，民警把他带回中队，热心群众拍下视频发到网上，帮着寻找家人。中午时分还是没有人报案找孩子，民警只能临时变奶爸，陪着小司机吃午饭。直到午饭后，在外面工作的爷爷无意中看到网上的寻人信息，才得知孙子走失，赶紧到派出所来认领。原来这孩子趁家人睡着了，偷偷骑着脚踏车出门玩，可是却迷了路。另一名四川泸州的2岁男童也是趁家里大人午休时骑着他的车出来兜风，他一脚给动力滑到了奶奶们的广场舞场地，玩得很是高兴。一位热心市民发现孩子独自一人，于是报了警，民警将其带回派出所。近一个小时后，家中大人才发现孩子不见了。孩子的家距离广场有100多米，中间还隔着一条马路，孩子就这样骑着车过了马路，还好只是虚惊一场。这两个萌娃的走失虽然温暖有趣，但却再次提醒家长们，暑假到了，看管孩子要用心。美国政府日前启动的所谓非法移民小规模清退行动，于15号在纽约引发抗议活动，并导致约40人被捕。当天，抗议者聚集在纽约曼哈顿的街头，对美国入境和海关执法局的相关措施表示抗议，要求停止清退行动，关闭非法移民安置中心。警方闻讯后赶到，并逮捕了部分抗议者。据报道，美国政府14号启动所谓的非法移民小规模清退行动，打算抓捕并驱逐一些非法移民，涉及大约2000个非法移民家庭。有报道称，示威者14号开始在多座城市聚集，指出所谓的清退措施将加剧非法移民骨肉分离状况。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7号宣布将清退数以百万计的非法移民，
多家媒体随后报道，美国入境和海关执法局准备自6月23号起在休斯敦、芝加哥、迈阿密和洛杉矶等十座城市搜捕非法移民，并将他们驱逐出境。不过由于遭到多方反对，6月22号美国政府宣布暂缓实施相关措施。再来关注日韩强征劳工索赔案的后续消息。韩国原告方昨天表示，由于案件被告日本三菱重工公司在最后期限前没有同意以原告就赔偿问题进行磋商，韩国原告方计划向法院申请变卖已扣押的三菱重工资产。韩国原告方表示，由于三菱重工方面在最后期限，也就是本月15号前没有同意与原告方展开赔偿磋商，而各位原告年事已高，无法再推迟法定程序，因此原告方计划于近期向法院申请变卖已被扣押的三菱重工资产，变卖所得将作为赔偿金赔偿给案件原告方。韩国原告方同时谴责了三菱重工公司不仅没有答应进行赔偿磋商，而且没有做出道歉的表态。去年11月，韩国大法院对三菱重工二战期间强征劳工案件作出裁决，判处三菱重工赔偿韩国受害者。随后法院扣押了三菱重工公司的两项商标权和六项专利，而针对韩国大法院的判决，日本方面强烈反对。日方认为，根据日韩请求权协定，韩日之间的类似索赔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日方强调，如果日企在韩的利益受损，日方将采取报复措施。而日本舆论普遍认为，日韩在强征劳工索赔案上的僵持，也正是最近不断发酵的日韩半导体进出口纠纷的重要原因。日方宣布对出口韩国的半导体材料加强管控，目的就是对韩国施压，迫使韩方在劳工索赔问题上让步。南亚多国连日来遭遇暴雨，暴雨引发的洪水、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导致尼泊尔、印度和孟加拉国超过100人死亡，数百万人被迫转移。在此次灾害中，尼泊尔受灾最为严重。尼泊尔国家应急部门表示，自12号以来，暴雨导致多条河流决堤，并发生山体滑坡或泥石流。尼泊尔10多条高速公路关闭，部分地区通信塔倒塌，通信中断。恶劣天气还导致救援直升机无法起飞。当地已经派出大批警力救援受灾民众。在印度灾情最严重的东北部阿萨姆邦，绝大部分地区受洪水影响，大约430万人被迫转移。洪水淹没了村落，一些房屋只剩屋顶还露在水面上，当地道路和铁路被淹。大批受灾民众带着家畜和不多的生活物品，撑着小船或临时制作的竹筏离开被洪水淹没的家园。目前印度军队、国家灾害应急部队等组成的救援力量正在灾区开展救援行动。而在孟加拉国，当地时间15号，连日的暴雨导致北部一条河流决堤并引发洪水，多处房屋和街道被淹。在吉大港地区，有大约200个村庄被淹，50万人撤离。当地时间14号，印度一处游乐设施的大摆锤在运行过程当中突然断裂，直接砸向地面，导致2人死亡。32人，28人，police department，LG hospital，据当地媒体报道，发生事故的是根格里亚游乐园内名为大摆锤的游乐设施。事故发生时，大摆锤刚刚启动并开始加速，在半空中突然断裂，直接砸向了地面。目前相关部门已经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包括确定根格里亚游乐园是否拥有运营这一游乐设施的合法许可证，同时也对设施的维护情况展开调查。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极限运动高空跳伞，成年人也要考虑再三。但对于十岁的卡罗琳娜·切尔内赫来说，并不是事儿。近日，这位来自俄罗斯叶卡捷琳堡的极限运动爱好者，从2500米高空跳下，成功完成自己的第一次跳伞。不过，这还没完。卡罗琳娜表示，接下来就要挑战4000米高空跳伞。14号，红牛特技飞行世界锦标赛在匈牙利巴拉顿湖拉开序幕。在这场螺旋桨飞机竞技大赛中，14名参赛选手需要驾驶飞机，通过设置在海上20米高的关卡一较高低。在长达4.7公里的赛程中，选手们旋转侧翻 S 曲线飞行，展示了精彩的特技飞行。最后，澳大利亚选手获得冠军。一年一度的奔牛入海节近日在西班牙东部小镇德尼亚举行。与传统奔牛不太一样，狂欢者们挑衅公牛的目的是为了最终让牛和他们一起跳入海中。这可并不简单，落入海中的多数时候只有人，当然还是会有一些人能成功将公牛引入海里。从画面来看，这些牛的水性还不错，而后还会有船只和工作人员将他们救起带回岸上。这一幕上周发生在美国大燕山国家公园，几名游客在路边偶遇一头熊妈妈带着几个小熊宝宝过马路。这名身穿白色 T 恤的男子突然试图靠近小熊，警觉的熊妈妈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好在他只是象征性的吓唬了一下这名胆大的男子，并没有真正发起攻击。随后他快速带着自己的孩子消失在了草丛中。南非的大草原每时每刻都在见证着大自然的魅力。我们现在听到的其实是一只小象的呼救声，这只小象掉入了一个泥坑中爬不出来，它的呼喊很快引起了象群的关注，几头成年大象迅速围了过来，其中一头大象还不停用长长的鼻子把小象往外拉，虽然失败了几次，但最终还是成功把小象从泥坑中救了出来。再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省内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我们来看天气预报。长春雷阵雨30到22度，白城晴29到20度，松原中雨转阵雨29到22度，四平多云转小雨30到21度，辽源多云转阵雨31到20度，吉林多云转雷阵雨29到21度，通化多云28到21度，白山多云转晴28到18度，延吉多云28到19度，长白山多云17到5度，长春雷阵雨30到22度。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GLTV 新闻早报，参与互动话题讨论，赢取即时生活频道群众类栏目录制现场门票等奖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